不来啊，平常就这样出不来。把你出来好不好？我来带你出去好不好？我连近接近他都不要。对，他就不你跟别人讲那个神他真的很神经质。像平常你介意他咬人打吗？当然不可以打，不要打。放弃。放弃。我坚持。放弃。阿妮，电梯来了。哦，每次出门这样怎么出门？就是很这样，来，很麻烦。快点，快点，这边，大家都走了。哦，走了。快点，要锁门了。来，给你，这边。快点。好，关吧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啊、哦，紧张。对，那个是紧张的行为。不要动哦。还有在舔舌头。准备好了。哦。准备好，别带。好，安全。然后就绷得紧紧的，你看看他就这样。那现在抱起来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在先安抚他一下。Okay、好了哈，好，那我们下去吧。不要紧张到这个样子、嗯。所以每天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只要你带胸背带他就变这样。对对对对。你说他项圈现在戴多久了？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。但是你一直没有把绳子勾在项圈上。OK。记得在做训练的时候没有时间限制，你不能讲说我今天只有十分钟，然后我要走，那个一定不会成功。就坚持。对。现在我这个的力量呢，就只是一个引导的力量，我唯一只有用精神的方式去战胜它。所以像我们刚刚把它抱起来，套绳子，那个都是没有战胜它的。它跟我的越多抗争越好，因为我战胜了以后就是真的。那现在我叫主人离开、哦、他就最少有开始跟我走了。其实他今天有很多东西要习惯，第一个他不习惯用项圈，第二个他更不习惯用 P 字链，第三个他也不知道我是谁、哦、所以其实他今天的挑战非常的大，也是为什么刚刚主人在的时候他完全不愿意给我。那主人是他的靠山，现在主人不在的时候他的反应就不一样。 Nice。Very good。现在他跟我的速度就是一样的，非常的棒。哇、wow, ，完全松绳的，好棒哦！他现在就是跟主人的速度走，这就是我们要的。走，好交接机，好手放轻松，好，对 ，nice， 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来讲的话，其实是最好的奖赏。他渴了嘛？所以你给他身体需要的东西，这个奖赏是比什么都还好。